星期四晚第四场 Mirror 红馆演唱会表演途中，一部大型屏幕突然跌落嚟，压伤两个舞蹈员，其中一人伤势严重。我哋星期五去到负责今次演唱会视像器材嘅 In Technical Productions 了解，有职员应门。唔好意思，我负责人唔喺度。负责人唔喺度，我想问一下咧，你哋公司系咪负责做Mirror 演唱会嗰个大型荧幕嗰间？你哋如果见到个 Bola 有出嘅就系我哋负责提供器材咯吓，但系我哋而家冇任何资料俾到你哋，唔好意思啊。安装嗰部分系咪都系你哋公司负责？好多成个演唱会好多部分嘅，咁所以啲嘢都分得好细下。所以嚇，我都唔知道點可以查到你嚇。因為見到都有兩條威嚇咁樣吊咗上去。唔好意思，我哋 back office 真係唔清楚嘅，係啊，唔好意思啊。即係負責安就係你哋，但負唔負責安裝就唔知道係咪你哋。唔好意思，我答唔到你，係啊。根據公司官網資料，他們專門為中港澳舉行的流行音樂演唱會、企業活動和各類型的展覽會提供視像器材支援。過去亦都曾經參與港、台、南韓同埋內地知名藝人嘅大型流行音樂會、世界巡迴演唱會同音樂頒獎典禮。